澳组接应角球头槌顶右，喺完半场前18分钟打破缺口。换边之后，澳科则不计冇减弱进攻嘅力度。眼前仲有艾拉澳组射入命波，结果澳科则不计9-0大胜全国，以较佳得失球。拍杀嘅澳科则不计系唯一仍然保持不败之身。艾拉澳组远射中柱，艾拉澳组开出嘅角球俾人接到打全国，最终澳科则不计大胜7-2，开季四连胜排榜首，录得更新艾拉澳组射入精彩嘅罚球。迪亚高一样咁长贡献5个入波，结果澳科则不计大。